不同收入吃早饭月入5万。今天早上 PPT 做好了，赶紧交给我，然后我们一会儿还要开个紧急会议。天天没时间吃早饭，真是这些。月入5000。老板，来个15块钱的面。来了。8点还能去逛个菜市场，只要不迟到就行。一分不赚。老板，来一套128的顶点。哇！哎，吃到12点，同事再分个5个。哎，吃炸鸡怎么能没可乐呢？小李竟然在旁边，我现在走开，他肯定会过来偷吃。有了，看我把来福放在这儿，小李赶过来，手给他夹断。哇！我在街上，这可怎么？哎，算了，不管了。它不是更好吃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炸！哇，来福果然给我省得好，一块都没有少。来福呢？来福，这是谁干的？我一定会给你报仇！哼！等一下，还别吃了，你看这是什么？炸！哇！藏宝图？是啊，你这么聪明，你肯定能找到。我去去就回。真的有！小李果然没骗我，竟然是黄金奥特曼！等一下，你先别吃，我给你变个魔术，助个兴。什么魔术啊？看看，看到这个小人没有？3、2、1，我操！还有个更牛皮的魔术，快表演，快表演！现在配合我一下，用这块布把自己的脸蒙住，再倒数3个数，之后揭开就会有惊喜。那我开始喽，3、2、1。我操！直接消失了。大哥的就是好吃啊！